家好，欢迎收看音乐石榴。最近高晶在2009年发行的一首《别想他》再一次在网络上火爆了起来，其中的歌词唱进了多少人的心中，莫名的触动了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这首歌曲很多人也进行了翻唱。就放手吧，别想他，这世界有很多爱你的人啊。就放手吧，别想他，他是否值得你这样牵挂？就放手吧，别想他，这世界有很多爱你的人啊。就放手吧，别想他，他是否值得你这样牵挂？就放手吧，别想他，这世界有很多爱你的人啊。就放手吧。这首歌曲由高晶演唱，之前我似乎没有听这首歌曲，但没有想到的是，这首歌曲在十年后的今天会再一次突然的火爆起来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原唱的歌声中结束我们本期的节目吧。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结果就像风筝飘落的花蕊，就放手吧，别想他。